这是谁绑的呀？啊，有个洞口，来勾进去，中带，脚对脚，勾进六号。看没看见？这个球啊，打一号低杆，脚二，都行，你叫低杆拉回，叫三。啊，三号，这个球行，怎么得劲都行。低杆叫二了，二不够了。够不够？够，这球是两库呗，还是一库啊？把力打实，哎，叫他四号就中带，没事儿，推进就可以，搓进，搓进就行。五号就中带可以叫吗？叫不上吗？你自己打，打的不行，吃一库，七十五平头，哎。这起跑底盘够吗？哎呦我溜直啊，开球打进就直接一个定点就结束，不用你免，真的免试吗？然后就一推就完事了吧，推进这个宝哥要能翻带进的话，我得加一堆烧烤，不用，我们不吃减肥。很难的打。